日元颓势未止，一度跌穿140水平重要心理关口，低见 140.26， 再创24年新低。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表示，将与其他国家协调，对汇率波动做出适当应对。铃木俊一指出，近期外汇市场波动很大，汇率过度无序的波动会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当局已高度关注汇率走势，必要时将采取适当行动。今晚在同 G7 财长会面后，将召开媒体会。另外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，不乐见汇率大幅波动，汇率的快速波动并不可取，走势和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很重要，当局正关注汇率走势。日元最新在140关口增持，最新换美元对 139.99 日元，每百日元对 5.6061 港元。